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寻宿觅虫之宝捕捉奇二捉虫活动精灵奇元神 5.2 活动攻略。抓虫活动第二关，这关给试用的基尼奇，最好自己再带个卡奇娜，打得快点。去，先去找粉紫色的果子打掉，给 T 技能充能。七，充满两层 T 技能，再去打虫子。这边在药桶里也有充能，小心别被炸死。用 T 技能束缚虫子，然后基尼奇一技能，一直 A 就行。虫子爬起来之后再用 T 技能，基尼奇一结束之后换卡奇娜场暗影砸地。跟任务追踪去找虫子，用基尼奇的一技能勾过去，这次给 T 技能充能一次就够了，虫子血不多了。搞定，求个点赞呀。